那今天高雄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没有公布本土病例但是在整个的疫调当中，我们针对昨天这个19580这一家的一个足迹我们有新增了一些公布的一些点位。那包含在2月4号在大社的 7-Eleven，2月5号大社也是三民路的 7-Eleven，还有南子区的主要商场，还有全联福利中心。以及大社的吓一跳早餐。7号到8号，在下午4点到4点20，都有到鹿竹的中油，那福生加油站，还有仁武的，2月8号在发仁武区的发扬企业社保养厂，那9号的部分新增3个点位，包含便利商店以及这个医疗用品店，那。是在我们疫调过程当中，19584那这位个案在过程中涉及到不实的陈述，那隐匿相关的足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依法进行这个处置，那相关的一些规范还有意见陈述，我们在进行当中。以上报告。好，谢谢。我想我们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注意哈，因为 Omicron 的病毒大概3天一个周期，一个潜伏体期哈。那以这一次的群聚感染，大概从春节，因为过年啊，大家拢这个拢无去看医生哈，无特别注意哈。所以安尼在春节期间，大概就有3天哈，就有3波的这个感染哈。所以这个在意料上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困难哈。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因为意料是要帮助整个跟你接触过的人哈，或者是你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朋友哈，来把这个疫情理清，保障大家的健康。所以必须在意料上要拜托大家要配合哈。以19584等这个个案，这个除了说做不实的陈述之外，故意隐匿相关的这个足迹，那我想这个也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一个规定啊，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市民朋友能够遵守我们相关的疫调在进行的时候，希望说能够赶快能够厘清感染源接触者，把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这个部分也有相关法律的规定要提醒大家。